的荣耀19弹，哇塞，这给我了吗？哇塞，还没有拆过封带，你们看。哎，空心的，怎么回事？不是吧？哎，有张纸条，怎么回事？居然是空心的。我把纸条拿出来，还有字，我们看一下。老爸，你是不是又想偷我的奥特曼卡片？这次我藏在谁也不知道的地方，你是找不到的，哈哈。太过分了，我也不是偷，我是借，居然把卡包给藏起来了，这太过分了。让我找一找，在哪里？呵呵呵，你以为藏起来我就不知道了吗？你可能藏在枕头上面，我就知道。枕头下面找一找，哎，没有，不可能呀，一般他就藏在这个地方的呀。这次居然变聪明了，来，让我看看还有什么地方。哎，坐桌子底下，哎，也没有，这上面呢？上面也没有，学聪明了呀，这次。我是鬼！哎，有古怪！你们看，房间里居然多了一包餐巾纸。哎，你看这边黑色的，我们看看。哎，果然有卡包。来，我们拿出来。哇，三包最新荣耀19单耶！有找到了吧？肯定还有，我们再找一找。哎，有个黑钻。来，我们拿过来，看一看。打开来。哎。不是荣耀耶，这个是1元包、2元包。哎，这边还有个骰子跟小兔子，这个没什么用，我们只要卡包把这个也拿走。但是这边还有荣耀放在哪里呢？我们再找一找。哎，这边垃圾桶我们看看，垃圾桶里面 有没有？哎，这里面没有耶，没有。哎，奇怪了。哎，这边这么乱，我们看一下，这么乱肯定藏了东西啊。哎，没有呀。哎，这边这个是英雄对决竞技版，也不错。来，再找一找。哎，找不到了呀，这椅子上面也没有。那好了，荣耀了，最新的荣耀19，来，美弗拉斯星人 HR， 这边是张巨星卡，还有什么一张有啊，戴老子买闪亮型，还可以啊，这几包，来，巨大亚布鲁，这边哎，闪优加特拉菲扎，哇，这样不错，好了，最后一包看一下，哎，这个有点问题啊，来，有没有好卡，看，来，诺伊兹拉。看这边跟这边，哎，是张雨啊，艾格萨特曼混合装甲，哇塞，今天居然刚刷了这么多的好卡。那好了，本期视频就到这里，我是小韩大智慧，大家如果喜欢跟我视频的话，别忘了给我点赞关注哦，拜拜。